而且大概是这样子啊，第一个先做 terrain 啊，那 terrain 的话呢，这 F11 是不是可以放大？哦耶！所以我第一页就是这个猫，糟糕，哪一个是第一页？啊，这个是第一页，是第一页，对。啊，这边的第一个就 terrain 的那个特效叫出来，那 terrain 分好几种啊，有 hills，有 mountain，有 valley，有 moonscape，island，canyon，dune。那这些东西都是做地形的，就是按一下就出来，然后参数调一调就可以修改它的地形。那你叫出来以后呢，当然你可能会想要打一个灯算一下，我们就在第一课就是让你调一调玩一玩而已了。这边有一个环境灯哦，点下去，然后切到算图的视窗。那你这边呢可以给它一个 HDR 的档案哦。那没有的话，上网找一个 panorama 的图片来贴就好了，一个 panorama 的。然后这边可以调一下亮度啊，跟这个曝光值啊。那这边就是算图嘛，那这还有吗？应该是没了哦，就长这样子。哦，OK，好，很无聊吧？那这边呢有一些参数可以调，直接去调地形啊，就是它这边这一堆都是它的网路。那在网路节点里面呢，主要都是控制它的这个怎么长啊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写个 height field，还有像 height field distort 跟 noise clip 之类的 remap。那就是这些参数可以自己玩一玩，它地形就会做变动。可是你会发现调过头就会很怪。那这边呢，我先 F11 关掉啊。我们现在回到胡迪尼哦，我先开一个新档，discard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是看它这边的那个，我看一下这边，我是不是 terrain 在这边？我看一下 terrain，OK，terrain 这个地方呢，你看哦。什么都不做，就这样按下去而已，然后就等收割。那等收割的同时呢，顺便上网去找图片哦，panorama sky。对，找个图片，然后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浮水印的？浮水印，浮水印，这个没有吧？不用注册吧，拜托不要注册，不想注册。另存图片。哦，JPG，哦耶，太好了，图片。然后在哦对，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。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再讲那个设专案的事情，不要等下讲好了，这个以后再讲，因为有点啰嗦。现在先回到 C 磁碟机，我现在把它放D 磁碟机好了，我放在低槽，低槽。哎，低槽是可以乱放的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你看这边就出来了嘛，有没有？那随便摆着看起来也是有诚意啊，老是以为你用功了。对啊，你这边看它 hills 这边有一个什么强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反正这个参数就是你直接线条，它就线，就是现在就直接变动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打一个环境灯啊，这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它现在回到最上层，就是 OBJ 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 Terrain Hills 跟 Environment Light。那 Environment Light 这个地方呢，去找 Environment Map。这边呢，现在去找刚刚低槽里面的图片。啦啦啦啦啦，等等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进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进来以后呢，你要算图啊，切到 render view render。那因为它内建的算图引擎呢是 Mantra，速度超慢的哦，所以大家就要有耐心，因为它其实比阿诺还慢。有没有很害怕？那这边呢，现在可以调一下 light intensity 跟 exposure。还活着吗？哦，对啊，应该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render light geometry，还需要看吗？不用看了吧？要不要自己玩一下？很简单吧，第一课简单吧。那我跟你讲啊，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啊，我现在开一个新的，
它这里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很好玩，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Dune 沙丘魔堡，那你这个算图随时不算的一定要停哦，不然它会一直算的没完没了。有没有？它就长出来了。那这里面大概每些点，每个点都可以直接去调它的参数。对啊，非常高啊！你看，有没有？主要是它零点节点节点是没有零零看，对啊，就要连清连楚。看啊，大家每个节点玩一玩啊，对，就这样子，没错没错。哦，自己玩玩看吧，像这个还有一个是小岛啊，这样你玩玩看。画面还给你，试试看。